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一辉，欢迎收看时间做手。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可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他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像过去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就同过去跟着市场当中的分析师去做，常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因为股票总是报上报下等上涨，不敢百分之百进出，加上持股过于分散，凹单不停损，汇多不空的结果，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同样的，过去的软体为什么没有办法帮自己赚钱？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系统，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甚至呢，选股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最重要的，买卖点常会慢半拍，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精确的买卖点。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会价，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有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打折，还是要赠送资料，不是吗？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你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因为这个系统呢，100%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汇率已经却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致的各位，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率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多空连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就同你说研究平和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金流怪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档，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3月25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301万的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不是也帮自己创出3010万的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实在的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到底帮自己创造出多少的报酬？因此呢，就像我在节目当中会常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一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不通的时候，此时此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5月4号这一天，将票100万赚了13.2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
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四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金刚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五月四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前两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金刚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0.8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辆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五月六号这一天，这辆股票100万。赚了20.8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要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五月六号这一天，这辆股票100万赚了20.8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六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五月六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件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达邦蛋白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五月六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前两票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达邦蛋白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4.1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辆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十号这一天，这辆股票100万赚了14.1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要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五月十号这一天，这辆股票100万赚了14.1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十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十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件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联宇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十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前一波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联宇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9.8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5月12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19.8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张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会浪费当中整理的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5月12号这一天，将票100万赚了19.8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12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12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12号这一天完全选不到任何做多股票，怎么办？当然改换一键选股空，改做空，一样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空润泰材这样票，赚它空头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发生。12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前一波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空润泰材这样票，赚它空头最好赚一段。 K 线还没有大跌的时候赶快空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8.9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牛而已哦。事实上从4月19号到今天11个交易的时间，你100万透过新金牛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86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已经帮自己创出86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是用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吗？还是用过去不能实在软体帮助自己 操作股票吗？也就在节目当中所看到的，为什么所有操作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很简单，因为当我们操作可以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的同时，可以大幅度的降低风险而提高胜率。操作做到最后绝对不要像过去一样常常会有大赚变小赚或小赚变套遗憾，那就可惜了。同样的，为什么要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因为我要快速提升获利效率，当然更不要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消极死抱抱等票上涨，非常浪费时间。更重要的，为什么要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因为让我们操作完全安心跟放心。就同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分享的，我说股票绝对不是买来等的，更不是买来被套牢的，而跟着时间做交易去做很简单。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百资金集中操作单档股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才办法帮助各位把财富快速累积起来。在目前行情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绝对不是死抱活抱，要记得一件事情，要做得好做得轻松，一定要敢买敢卖敢换股，而不是抱着等它上涨。就同你所看到的，很多投资朋友过去股票买得很辛苦，因为没有办法掌握住每一档股票每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过去你买股票常常会模棱两可，
哦，买常常买在前面等它上涨，一等不知道等多久，会很辛苦，甚至买进之后还要常常先被套牢，在后面等着解套，万一没有上去直接掉下去，那不是越套越深吗？要么就等到大涨一段之后再匆匆忙忙帮别人抬轿，所承担的风险也会更高。但是跟着时间做交易很简单，我们要找的，我们要买的，是每一档股票每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就是要这么简单而且肯定。就从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看到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所有客户站的在这档股票这一天，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让好事很自然发生。同样的，很多投资股票会做很辛苦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过去老派分析师总是告诉各位，股票就是一个观念，会涨不会跌，真的是这样子吗？股票会涨也会跌才是正常哦。所以记得一件事情，多空都可以赚它最好赚这一段，而不是只有多头才能赚到钱。就同当你有时间做交易的同时，你绝对不会受伤，反而在下跌过程当中一样可以把财富累积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档票，在这一天我看那个事实，周线空、日线低跟绿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绝对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后的卖点，也是最好的空点。当你有时间做交易的同时，你会因为这档股票这一段下跌而受伤吗？你不但不会因为下跌而受伤，反而可以积极去赚它空头最好赚的这一段。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做股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要先把趋势看清楚来。如果一档空头的股票你去抢任何反弹，最后结果一定是受伤。任何一档空头股票，如果你一直持续抱下去，然后也不理它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会越套越深，这就是事实。同样的，当你有时间做交易的同时，你不但不会受伤，还可以积极去赚它空头最好赚的这一段。就从这档股票在这一天也是一样的道理，我看那个事实，周线空、日线低跟绿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同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后的卖点，也是最好的空点。所以当你有时间做交易的同时，你会因为这档股票下跌而受伤吗？你不但不会因为这档股票下跌而受伤，还可以积极去赚它空头最好赚这一段。就同跟各位分享的，一档空头股票，不管它前面跌得多深，我们要找的就是最好赚的空点，也就在这个地方。不管它这个地方跌得多深，也不要去抢它任何反弹，只要它的趋势是走空的，绝对不行。同样的，我们可以再看一档股票，事实上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包括这档票在这一天，我一样看那个事实，周线空、日线低跟绿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同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后的卖点，也是最好的空点。所以当你有时间做交易的同时，不但不会因为下跌而受伤，同样的可以积极去赚它空头最好赚这一段。所以不管行情涨也好跌也好，财富都可以累积起来哦。重要的是有没有拥有正确的办法啊，包括正确的观念。就像我在节目当中会跟各位分享的，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是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想要跟着新金融观念创造出比标杆标获利不难，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测标和行销手法误导，使用品质不良的系统或抠讯吗？实力才是关键，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亲自服务，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这次您可以选择有实力的分析师，有实力的系统，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02-2389-8029，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线02-2389-8029，02-2389-8029。
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到现场。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当我们拥有时间做手去做期指的同时，纵使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这个地方的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零四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2653点，零五呢17天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1950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三笔对三笔，一口当冲可以挣154点。但是很多的朋友过去也跟很多老师甚至软体来报抄指数，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实战的工具，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买卖点讯号会消失问题，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用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在进场之前会立即明确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的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100%不会有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会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全部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不用刻意猜。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三笔对三笔，一口当冲可以挣154点。而今天第一笔交易讯号在8:55的时候，是一个延续盘同步做多讯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会是比较快的，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最后一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上，这接第一根 K 线也在灰色线上。昨天多，今天也是多，多方延续盘。8:55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颜色都是红色的，所以直接设收盘价就是16024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哪里？来到16001，定价100%全部穿上成交。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给规划压力区，一口单挣12点，先把它发一口袋，等今天第二个机会趋势盘同步做空讯号，还是一样，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行情找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上变线下转折，线下是红色的，那当然要跟着楼上颜色走，楼上是绿色，当然就是做空，所以收盘收定一样是收盘价15981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高来到哪里？最后来到16004，定价100%全部串成交。同样的，不要忘一件事情，只要来到系统中帮给规划支撑区，一口单挣125点，记得把它发一口袋，等今天做个机会趋势盘同步做多讯号，还是一样，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行情找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下变线上转折，线上是红色同步做多，所以一样设收盘价，也就是15904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15899，定价100%全部穿成交。同样的，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给规划的压力区，一口单挣17点，照样再把它发一口袋。就同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当我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